今天主要就是来让我们相关的在地的学术的单位，包括我们的成功大学，还有我们南交大啊，还有我们将来要快速来进行的中研院的南部院区啊，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整个团队的这个整合啊，让这个地区的所有的研发的这种动能啊，都可以集结，而且可以做最大的利用啊。我知道台南的乡亲对我们这个计划有很深的期待，那我们也希望这个计划能够快速的来进入到执行的阶段，能够带动整个南部的研发的能量，让这个地区我们希望将来是在台湾南部最大的科学研发的基地。那我们在这里的研发的主题主要的当然还是以能源为主，但是除了能源之外，我们有很多的科技的项目，包括在农业科技、在循环经济的领域里面，这个在人文领域的研究啊，都是我们在这个地区里面，我们希望能够去强化我们研发能量的地方。我们希望这个计划的执行能够带来我们台南作为将来台湾一个科学重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